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日呢就嚟到高台寺，咁高台寺呢有一啲历史人物呢就非常之有关系嘅，咁其实佢呢就係封神授吉嘅正室北正所里面呢为亡夫呢就建设嘅，咁就呢祈求一啲叫做冥福，咁所以呢出面呢都有一个地方呢係祈求呢美满婚姻嘅。